知道了，反正就是。哎哎，好，我们都是按摩师，不要动。刚刚该黄麒麟了，来吃。不行，好吧，算了，快点快点。你这是发，你这是发。仁兄，你的头挡住镜头了好吗？耶、yeah, yea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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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打了，打了，打了！不能放进去，不能放进去！啊！耶！怎么放？怎么大冒险？快点说！你就让那个让师兄们给我们煮面吃吧。拼了！拼了！快快看一下什么大冒险！你们玩到我的手。院子不是坏人，快点！师兄哦，师兄是男人，三个师兄在那边，在那边，在那边。你不要给我死，我走了。现在距离我玩那场绣花大冒险已经过去了3天了，但是现在依然一点进展都没有，所以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主页君和我们小马哥。但是主月经给我们弄了一个这么 low 的屏幕，所以小马哥呢，他就给我们准备了这么多丰富的食材，安慰一下我。听说师兄他们现在正在练舞，待会儿会有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，不知道我现在能不能完成任务呢？只有待会儿来揭晓了。TFBOYS 很爽快的便答应了黄麒麟的邀约，这个任务未免也太简单了点吧。于是为了提高任务难度，我们也要在原本练习生的真心话大冒险上修改游戏规则。变更后的游戏规则为，通过猜拳 TFBOYS 三人依次选配料，三人的面食配料都只能在自己选的材料里边做搭配，完成后再由练习生来评判三人的面食究竟哪一份最好吃。师兄们为什么会来帮我们完成任务呢？那我们来帮你完成任务有没有什么你懂的？懂的就是给你一个吻。那我们现在就废话少说，开始比赛。首先猜拳，石头剪刀布。石头布，你们这么想让我赢啊？石头剪刀布，那我就先选了。嗯，你选吧。我首选绝对是榴莲。你真棒，我肯定选盐啊。经过猜拳 ，TFBOYS 三人也完成了配料选择顺位，分别是千玺第一，王源第二，王俊凯第三。而最终三人选择的配料分别是。现在我们的师兄呢，已经把我们的食材全部给选完了。但是我想说的是，千玺师兄，你为什么我的面不要放榴莲呢？榴莲是最后点缀的，你懂吗？就像喝橙汁外面要加一个柠檬一样。你问他榴莲为什么不问西瓜呢？哦，对，西瓜是干嘛呀？我要说，你为什么放个西瓜？因为西瓜它比较重。它比较大，你知道吗？嗯，那么现在开始煮面。你没觉得这个锅太就一锅水？节目组什么意思？那就把是拿这个砸的吗？那全部放进去小面。来吧，你先来吧，一起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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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起煮怎么煮？面一起煮。面一起煮。哦。
我也是这样。来来，先煮面吧，那个开了。哎，对了，我在施法的时候问你们一个问题啊，你们为什么要穿一样的衣服呢？因为我们是三胞胎，三兄弟呀、啊，三胞胎，三胞胎，三胞胎，三兄弟呀、啊，兄弟呀。哈哈，你们可以煮面了。可以可以，可以了，是真可以了。你干嘛？可以可以，还是可以的。我、哦、这个会太早放了，我觉得应该。我这个这样开小一点火。这样是干嘛的？我不知道啊，根本来不及。我怎么知道？先倒点酱油。这个酱是干嘛的？是我的吗？是你的。我不知道这酱是干嘛的。有纸吗？啥事？这个酱是干嘛的？呀。我并不知道。看着很好吃吧？对。要不咱们以后那个我把这个给你、啊、一个鸡蛋好吧？可以，你要吃我喂你吃、啊、可以可以可以，我你要吃吗？无所谓，我其实不想吃的、啊、真的。哎，我这多了一个，小多了一个，你先吃一个。小伙，嗯，我看一下，给你一个鸡蛋，就有点猪油吧。喷出小当家、嗯，你要拿那个勺子玩一下。嗯，我知道。嗯，哎，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，哎呦，可以了可以了。你要干嘛？没有好，你煮面这么快啊？并没有煮过，并没有。切西瓜吧。可以啊。你为什么不煮菜呢？煮菜，煮菜，煮菜。小一点，关了，关了，关了。你真棒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小一点，麻烦。等会儿佐料。妞妞妞妞。哎呀。放这里面。哇，猪油本来就……它这西瓜好好啊！我看面好吗？你别！面好了。这怎么吃啊？这个？哎呀哎呀！那我来尝。可以喂它吃。来、啊。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我把放进去干嘛？那个，你低一点，低一点，低一点。对。哎，我这个怎么吃？我也是。你表情不要这么销魂好吗？哎，等一下，还有一点。我也是笑。干了吗？好了吗？很好，你看。好了没？硬的哈，是不是硬的？你别闹。我还能一会玩耍吗？面好了。我现在可以放番茄酱了。等我上厕所，没有洗手。没事，反正也不是我们吃嘛。待会你不要尝一口。对吧？待会你不要尝一口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榴莲。榴莲试着煮一下。你没放这个。放全放了，放这个，来给这个西瓜一个特写，这是签名，真棒，啪啪，这个真的可以做一个，那个勺给我勺，这个要，来，我决定不把榴莲当最后点缀的，当一道甜品，那你放哪去？也是，榴莲加辣椒啊，甜品。你拿筷子好不好？这个是舀汤的。好，我玩你的筷子吧，我的筷子太脏了。你手艺真好，谢谢。你是不是学过的呀？没有。New East。可以放在这个上面。千玺。然后我们现在的黑暗料理已经完成了，但是呢，我们要各自的尝一口。但是这个水煮鱼一定要尝一口。并不开心了。水煮鱼一定要尝。自己弄的，哭着要给我吃完。好好好，尝一口，尝一口。每人至少五根。不要杀了他。五根面。对对对，就这样，很好吃。尝子，尝子。
可以吃吗？可以，我觉得挺好吃。可以，那我这个肯定也可以吃了，那就是没问题了。不是你那个有毒，刚才，刚才我被吸手了。那也是你一手造就的，简直是醉了。好吃，我觉得特别好吃，就是有点辣。我再尝一下。我是幸福。那你把吃完。嗯，可以吗？那就吃完了。可以可以可以。接下来要干嘛？再吃。接下来干嘛？快告诉我！快告诉我接下来要干嘛？再吃一口啊！真的假的？假的。那要干嘛？就是请我们的新生，不，应该是请我的同伴好吗？哦，请我的同伴。看似黑暗的料理，拿到了练习生的嘴里的评价优势。哈，这是榴莲，这叫做榴莲味。榴莲水煮鱼，是好吃哦，有点甜味。非常好吃，我这样，我再吃。调料更好吃，我真的饿死。没想到无从下口的水煮榴莲居然评价为好吃。那么练习生们在品尝了黄麒麟用大冒险换来的 TFBOYS 三人不同口味的面食，哪一份又是他们心里的 number one 呢？你们不要乱指。举手觉得哪个最好吃就抽在那，就插在那里面。这碗面是我做的，好吧？谢谢，我也吃香。这个，我就请。我是没有闲的。这个是香，哎，等一下，等我请完了之后你再吃了。这是千玺做的，好没面子这。现在我们评出来了，冠军就是王俊凯，是香获得本轮最佳煮面达人，我们也掌声有请他上场。谢谢大家，都是真棒。现在我们要去上课了哈，但是时间也不是很多了。走。不要走啊！张嘴。看他们评出来了，冠军就是三个字：王俊凯师兄获得这次本。五个字，王俊凯是收获的本轮最佳煮面达人啊！把我醒了，你们在逼我，你在逼，谁？